喂優，喂，哇靚啊個市，喂嚟啊，真係掂掂檔啦，掂啦，520點嚇，而家最新嚟講19647，咁啊已經咧升穿尋日個頂㗎啦，係啊，冇啦，冇啦冇啦，20000㗎啦。你咁樣升穿得尋日個頂，係啊，冇啦，調整完啦都，完啦，第一日你調整，乜都調完，轉埋倉啦，乜倉都轉咗啦。係嘛？咁啊就夾㗎啦，夾啦，哇喪夾啦！今日就喪夾啲消費品股。喂，我都細細地好耐冇掂過，玩咗隻538喎。嚟啦！538，喂，我因為有做功課。係啦。係咪有做功課？睇咗佢啦，喺上海有100間分店。係。喂，多謝浸摩先，其實浸摩提我嘅。哦，咁啊，喂，浸摩真係好好啊，好中意咪浸摩嘅啫。問我食咗拉麵未？我係喎，拉麵喎。係喎，因為呢只嘢未食啊，仲要揸住11億 cash， 而家9億市值。19億市值，哇！即係起碼穩陣啦。cash 多過市值，喂，而家炒大翻身唔理啦，係呢啲㗎啦。538，我都跟咗一轉啦嚇，唔知社長有冇跟咧？唔知社長有冇食拉麵咧？頭先咁啱又同社長講，社長話有睇緊喎。係嘛？哦，社長我掃咗啦。我掃咗啦。你掃咗啦？啊！500蚊會社長掃了。哇！點啊點啊點啊！嚟啊！嚟啦！538，佢冇啊！我見佢能量巴都出咗買入信號喎。啊！係啊，咁所以係啦，掂啦。我都冇懷疑啊！睇下睇下，聽你哋講下講下，咦 OK 喎。係啦。係啊，咁啊就呢啲咯。其實我今日都有睇2020嗰啲，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平時比較典型啲嘅，即係消費品股啦，即係體育用品股啦。喂，其實我想話咧，1211呢啲車股咧都係內需嚟㗎，都係消費品嚟嘅。哦，係，你啱你啱，你講啱。係啊，所以我哋都一陣間可以揾啲咧。短線的產品去搞一搞佢啊！係啊，社長掃咗啦，掃咗啦，掃了，掃了，好濕頭啊！佢而家好濕頭，係啦，掃了，係咯，咁所以真係要搞一搞佢。仲有頭先講咩？係啦，2020啊，2331啊，我唔知小編佢哋有冇啲咩產品可以陣間同我哋分享下咧，關於消費類嘅，因為真心內地嘅消費股真係好殘㗎。係啊，即係你就博佢係見咗底咯。係啊，大佬你內卷內卷到咁樣，而家突然間派錢，雖然大家又話哎呀派咁少剩，唉唔理啦，炒股票話知佢啊。九號啦，勁啊！喂，唔係啊，我哋因為我就話想話咧，佢前日咧星期一嘅時間咧，即係538咧已經係7.9毫子嗰下咧，已經出咗能量巴噶啦，買入信號。咁當然大家唔信佢啦。呢兩日個市係炒啲即係科技類股份啊，成噶嘛。咁佢仲係喺個底度，所以其實點買都好，依家買都係好，都係一個近期嘅底嚟嘅啫，都係。搏咯，都係嗰句啦，11億 cash， 而家10億。安全咯，認為。100間分店繼續做緊生意。唉，你尋其實咧嗰日見到啲6969啊、斯摩爾啊、仲有嗰只咩中煙啊、605啊，大家都即係嗰啲消費型嘅嘢，生活即係對某啲人講係必需品啦。咁你都咁行，其實都有 feel 喎，真係阿爺派錢啊，真係即係百勝中國啦。喂，百勝中國條數仲要靚添，9987。係啊！哇，頭先你講嗰只 Helen 好勁喎 ，Helen 好勁㗎，九八六九，係啊，夜晚巴佢今日啊，我睇下能量巴先。能量巴佢都出咗信號嘅，九八六九，我望翻先。今朝早我哋冇機會做節目啊，如果係咧，即係我哋應該揾咗晨早揾到啲好嘢俾大家，6869咯，係啊，佢係喺前日出咗買入信號嘅。不過又係啦，嗰陣日好多嘢都轉咗，即係出買入信號啦。咁所以可能你哋會追其他嘢啦，點會諗到今日啫？係咪？咁啊，今日嗰支能量巴超強啊，只9869。咁啊，咁多錢懟入去，咁咯，唔似得一棍咯。你問我就今次個編劇好好啊，我覺得真係。即係當你沉，即係當你個市驚沉入，哇！咁大軍陰足會點算啊？成啊，跟住再出招，就派錢，哇！然後今日一夾。哦，乜都掃光曬，乜都掃光曬啦！7.00嗰啲422啦，破曬啦，9988一嚿水啦，係嘛？9988，要啦，7.90都
150咁滯啦。唉，真係不得了，好勁啊！喂，咁啊就仲有好多嘢都好勁嘅，我哋陣間可以揾阿小編同我。喂 ，hello，hello，hello， 入咗嚟啦！哎呀，等你好耐啦。喂 ，hello，hello。喂，坐一坐一坐一坐。唔好意思，我哋過嚟炒股票啫。係啊，好難得有嘢炒啊，大佬。今日市有冇升市，放長到升啊？勁啊！係啊，勁啊！錦上添花而家。喂，陣間我覺得你走嘅時候個市七八點咯。係嘛？係啊。再勁啲。升七八咯。哇！真係食完飯翻嚟，啊，高位都穿埋。勁啊！好，咁啊就，哇，好勁啊！大家夠膽追啲咩啊？我見大家消費股啊，已經食完一輪股噶啦噃。我跟住又追啲落後嘢嘅。我剛才開始那一刻在講緊離千拉麵是啊我們在吃拉麵啊我們我剛才開始那一刻我買了700啊追回700好倉好倉是啊你好啦你這樣這個真的值得討論這個700今早就是呢其實呢這幾天大家都是食股跟著反手做淡倉啦跟著今早是700即是 ATM 大家都喜歡做淡的嘛跟著700呢是很淡都有是還要不少今早做啊是啊即是開始那一陣是啊已經有人去追跟著其實看回那個位置是不是大家博他企穩了400跟著再上呢是你有沒有看什麼位置啊我自己就已經4億了不是啊我直接想著啦、我買了一注打了就算了我買最近最近的牛證來的、哦、最近最近的即是小小注這樣是啦小小注就博它上的了沒有啊因為我博個市要夾咯那你700一定肯定幫手夾的啦咁同埋佢突破咗400之後咧，佢仲要回，即係成件事係點樣咧？係成件事佢個市咁樣夾咗上去，去唔到最頂， uh-huh. 然後就做一個嘅調整， uh-huh. 即日調整。Uh-huh. 哇！你舒服曬啦！你調整完之後係咪？今日可以再嚟個今日個頂高過尋日個頂，咁冇啦。呢啲勢應該好好實淨咯，好實淨。終於來了嘅 feel 啊嘛！係啦，牛市嗰種好實淨感覺，冇咁虛啦。咁我先有夠膽追咯。咁樣望落去，我諗樓上21000。欸、我不敢紅都是這樣說21000高高是的就是全世界都看那個位置先還有你11下個星期二、哦、但沒有筆水、哦、是沒筆水更好、啊、自己夾更好夾、啊、還有、我看的貨都不是我們這些雞仔的人買的啦全部都是大戶買的啦感覺上所以哇還有呢我懷疑呢都不知道會不會美股那邊呢回一回啊啲錢又升返過嚟呢邊啊。係啊市場都喺度傳緊講緊呢一樣嘢。係啊雖然好上次阿迪都話講19000呢樣嘢。係咁但係真係減息金啊跟住個嗰個總會中嘅基本面有啲唔同咗係啊你真係減息週期開始咗你已經減咗半厘啦嘛係咪先咁樣咁但喂同埋你諗下即早不做遲不做的時候 七月份的時候又說、回歸紀念日、啊、又送大禮、啊哦、什麼都不做他沒有空間做他就是等聯儲局那一頭、啊、這頭他那邊減我這頭就加東西下去、啊、就有效果 有個空間咯其實有些外國的文章都有講到其實都真的關不關國慶事呢、嗯、其實反而呢就關這個外國聯儲局減息事的變成了你在人仔那個貶值壓力沒那麼大之下呢就可以有空間去做一些貨幣措施、啊、樣但是今天呢、嗯、又有另外一些政策啦就是派消費券啦所以看到政策陸續出台呢都是輪流組合拳這樣救經濟所以都很難不升的啦港股這邊但是升到去什麼位置呢給一些位置大家看一下先啦其實呢其實資金流呢這幾天的 pattern 呢都是、食好倉反手做淡倉、嗯、即是講指數上面啊是啦但是為什麼呢你看到街貨都是六成牛仔對四成熊仔那些熊仔去了哪裡呢、嗯、就是被人收被人收收曬了其實是不斷蕩蕩間是這樣加但是這樣收回所以你看到整體比例呢都是牛證居多的但是如果你說價位上來看呢今天又再次逼近一些重貨區那昨天呢是有一點引淡有入場 feel 的好大支陰足抽高升不穿之前在四
月尾的那個高位1970幾，係啦，嗰個又係好指標的位置嚟嘅，記得。咁然之後升唔穿，落翻嚟陰足，大家都覺得哇，係咪升完咧？咁就引咗好大班淡友入嚟嘅。咁但係之後今日咧又再夾，更加咧係升穿咗尋日嘅高位嘅。咁所以變咗再又係一個殺重紅嘅一個趨勢啦。暫時擺位都19800、19900係最多嘅重貨區，加到去20000點咧，都繼續有淡友去加倉嘅。咁好友方面咧就大家食會好開心啦。咁但係咧追嘅朋友咧就有啲尷尬嘅，因為咧實在升得太急啦。咁發行商真係出唔切，追唔切，咁所以變咗做最貼最貼嘅18300，咁佢哋現貨價都仲有成1000零點，等我講啦，1900幾點啊，係啦，真係1900幾點都唔想嘅，咁但係都進出啦，係咪先？咁但係都追到最貼㗎啦，今日比較活躍嘅都係最貼嘅啲牛證，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200嘅 column 咧就發揮作用啦。O.K. 係啦，因為牛證咧共鳴都係10幾倍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向翻上嚟，我哋又可以向上換馬翻去嗰只2571度啦，咁啊22.5嘅行使價啦，仲係格外選擇，二月尾到期咁啊接近11倍共鳴嘅，咁都係豪靈子嘅產品啦，咁所以咧都可以繼續追嘅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隻啦，好過買紅啦，好過買牛啊，係啊，其實今轉恆指個走勢咧有啲似4、5月嘅時候。嗰陣時我喺度諗，嗰日阿的問我，嗰日炒緊啲咩？應該都係政策啦，諗極都諗唔到。跟住咧炒翻新聞，應該係國九條。係國九條，同埋股息税咯。股息税國九條，跟住一下子記得咗啦。係咪已經記得？係啊，已經冇咗呢樣嘢。唔記得咗啊！又係啲政策咁樣樣。然之後咧，其實嗰陣時又都係升翻上去高位1900幾嘅時候，1997嘅時候咧係升咗20%幾。係係啦，咁而家都仲未到嘅。幾時20%幾咧？可能要真係20000點樓上。就會有機會，所以這隻22.5的行使價二字頭就可以留意了，200銷售得好，讚讚，所以發揮到他的作用，你見不見到他剛才說的是發揮到他的作用，幾可會有這個情況，就是200科論的共鳴跟牛證差不多，就是25171冇錯啦，咁當然啦，今日資金流都係繼續有啲部署淡倉嘅，係啦，咁如果淡倉咧都要 update 大家嘅，因為咧有啲係價內咗嘅產品咧又變翻輕微價外，而且共鳴都係可以拍得上紅證嘅，就係只21.37。嗯，系啦，咁啊，短線博回吐嘅呢只可以有17倍共鳴樓上噶，咁啊，年期就11月尾到期啦，咁所以短線會好些少，行使價就18啦，相對貼價翻啲，咁啊，三仙幾嘅產品就用翻注碼控制翻風險就好啲啦。嗯 ，sorry 啊，開咗個聲，25137，系啦，呢一隻就係200嘅 put， 系啊，好，嚟啊，700嚟啦。你講700啊，因為我頭先見你講只盈富基金，我想又想講下我只藍鐘噶嘛。嗰日仲未食啊，好開心啊嗰日，食好開心啦，食得好勁啊，即講即有得食。係咯，跟住我哋係哇，即即抽即中獎。總之你收市你沽咗佢咧，你就應該。係啊，你係星期二講噶嘛？我記得的嗰下咯，我即刻買嘅。佢做咗節目嗰陣時候，星期二咁興奮又我尖叫啊！係冷靜，星期二嘅時候都仲係。我中意聽尖叫，大聲啲。而家就差唔多變中甲啦，只輪。中甲你而家幾多啊？差唔多2-4字啊！哇，嗰日成10幾倍咁乾喎。係啊，佢而家價耐咗嘛。係啊，就係因為佢嗰下爆發力咧，就爆出入價耐嗰下就靚仔嘅，就勁靚仔。我都話我成5-6年冇買過南中啲嘢，幾好啲嘢一齊喐。係咯，唔係我覺得我哋嗰日好有 sense 啊！即係我哋做節目嗰日，喂，唔係喎，開嗰個會，嗰陣時仲開緊個會噶嘛。係啊，朝頭早。佢9點開，我哋喺度10點幾做節目，跟住話喂唔係喎，個 A 股真係喐喎，幾廿點咁喐法，好難得有1% 嘅升幅噶嘛。跟住4%。不如索性搞 A 股啦，仲直接啦，咁啊即刻，又揾到個咁靚條款嘅2870。仲好耐冇人提過啦，呢只已經。終於有得用了，是啊，我們現在搞定了已經，但是還有下一隻搞呢？我覺得 A 股還未升完的，說真的這個啊，那我們盡量快點出新的先，是啊，快點再出新的，這隻就可以繼續考慮留意，考住700先，我留不留下都可以了，
冇錯，仲用得，槓桿都仲有六倍幾架，係啊，都可以。但係當然冇之前嗰種咁大嘅爆炸力咯，所以玩法有少少唔同咗。係好啊。係啦，700就好淡都有啦，咁但係又係向上嘅產品越嚟越少啦。我哋努力出緊啦，我見到各大發行商琴日都好努力咁出緊啲新嘅產品俾大家嘅。咁如果你話700咧係13217就恭喜大家啦，即係堅持終於有收穫嘅一種感覺啦，真係好啊！哇，記得嗰陣時仲係講緊六七毫子，誒六七仙，七仙哇 ，double 咗啦，係啊，毫二子。啊！即係感動嘅地方係13217，佢年期夠咧，真係你會見到佢係捱過咗，然之後仲要食到突破嗰一關，咁就真係等大家開心嘅13217，咁係爆入界內添啊！你槓桿唔算好高，但係都有一個得，係啊，即係你唔係隻隻都有呢個機會嘅，有啲你真係搏短線一下子，你搏唔啱我都磨死咗啦嗰隻殼，咁但係呢一隻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咯，咁但係就而家。價內咗啦，如果你話價外嘅選擇咧，就得翻嗰只啦。我上個禮拜開始同大家講話，會唔會突破嗰只大槓桿就26531，今日升40%幾，今日升40%幾就去到2.8毫子啦，係啦，2.52毫子，咁都出緊新嘅產品㗎啦，但係要少少耐性啦，因為尋日先出，咁要起碼9月30日下個禮拜一先上嘅，咁啊價外啲長年期啲嘅有隻27618，咁但係未上嘅，預告定俾大家啫，係啦，炒住先啦，炒住先啦，係啦，3690啦。哇，3690點啊？你啲產品又追唔追到啊？3690，喂，都好誇張呢幅畫，我都唔想嘅。你睇下望下，價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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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只係0.2% 價外，係咯，即係25205。我想唔知今次嘅升市有幾咁誇張？25205啦，都係貼價嘅6倍幾槓桿，六倍幾槓桿咯。係啊，11月尾到期150附近行使價，價錢都仲係靚仔嘅，豪靚子嘅產品嚟嘅，25205。反而put輪就真係冇乜選擇啦，市場貼嗰啲咧槓桿唔夠大，因為佢哋明年9月先至到期嘅，咁但係你要大啲槓桿咧，就得翻呢一 lot 嘅產品就94.95嘅26227，但係就1000幾啦，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呢個風險啦。O、okay, K， 小心風險put啊，係少少就得佢，因為put輪嚟講選擇七成幾街貨。哦，係啊，呢一 lot 嘅條款有幾隻都已經掃到係差唔多街貨嘅啦。係啊，係啊，小心 put 啊。係啦。OK， 不過唔係，我覺得有啲人係想搏佢，即係回一棍嘅，好似尋日咁樣嘅。不過如果你尋日有買嘅話，你應該都食埋咯。尋日應該即食埋咯。係啊。係啊，如果今朝早都等唔切都要食㗎啦。如果你有買嘅話。係啊，升緊半成，去到150蚊喎。係啊。所以係有啲誇張啊。嗯，好。好。跟住我反而咧，我睺只110喎，其實我排緊嘅。今朝啱啱想講啦，有啲錢流入緊佢好倉。係啊，因為我覺得咧，佢反而佢尋日咁樣咧，雖然個走勢有啲差，不過我自己睇翻咧，能量巴佢未叫人走貨㗎。哦，我記得尋日晏晝有人都有問我嘅，我哋3:00喺度做節目咁樣話，哇！尋日嗰支音足好肉酸喎、啊，咁樣，最佢自己回咗先添啊。係啊，但係我想話佢係基本上咧，總言之佢係完全冇任何單嘅信號啊。而且佢能量係超，仲係 keep 住上緊嘅，咁所以我就我覺得佢好似有少少想即係震一震倉咁樣咯，似震倉，所以震走咗我咯。你真係走咗咁樣冇得唔走啦！你 call 佢嘅，我 call 噶，冇食咯，食少咗咯，冇焗走啦，咁衰樣。我覺得佢似震倉，咁你同埋你嚟緊佢仲有發布會又出啊嘛，咁嚟賭啊賭今晚咯，係啊，賭死啊嘛！我覺得其實呢一個so far 嚟講喺 ATMSJ， 如果你一定要買科技股嚟講，我覺得佢係最直博嘅喎，你咪控制住馬咯，唔好買咁大咯。係嘅，因為始終佢唔係話真係好似升到冇回頭，佢起碼尋日真係跟個市回一大棍落嚟，一大棍咁，所以都明。點解資金流會部署豪倉多啲嘅今朝？但係尷尬嘅地方就第二啲人嘅諗法就會覺得哇咁強嘅市點解佢唔喐嘅咁樣？可能真係等阿雷軍出場啩、等啦，同埋我覺得佢唔穿20蚊咧都未好驚住
嘅。嗯，係啦，咁而家都20.8%啦，雖然升得個1%，反而調翻轉係咪俾位大家睺下咁樣咯？好啊，其實概念上就唔差嘅。你見到今日所有啲內需都爆曬上去啦，咁其實佢都有咁多 IOT， 咁另外佢車嗰邊車股今日都唔差，係啊，所以概念上就唔差嘅。咁但係就股價睇下係咪睺位俾大家做一個部署啦。好倉比較多人揀嘅條款就呢只啦，25450，行使價就23.65啦，非常之靚嘅行使價。咁啊，12月到到期，供幹俾到8倍幾，對沖值0.32啊，行起上嚟相當敏感噶。嗯 ，OK， 好啊，咁啊就試一試啦嚇。咁呢個小米確，好25450，係啦，25450。睇下金鑽有冇得再破近年嘅高位，21.幾樓上啦。好啊，9.68都好勁喎。哦，係。但你哋好似唔係咪冇產品？冇產品。冇產品，唔緊要啦，我哋大把嘢玩啦，有4隻已經可以搞啦。係啦，跟住移動股，頭先係咪話想揾啲內需嘢啊？係啊，點解你哋有獨家啊？有。冇乜。有，不過有。係。都係。而家冇將來會有。係。係，唔排除將來會有，唔需要獨家嘅，啱用都得啦。係啊，咁我哋咧，如果話內需咧，今日就消費券啦，咁啊有9000萬嘅錢就落咗喺啲住宿身上嘅，我知道。咁如果係嘅話，比較貼切咧，我哋就一隻9961，係啦。同埋之前有同大家分享過啦，就係26389，就話可唔可以博到佢上400蚊啊嘛？哦，到了！我記得牛牛做完節目之後咧，跟住阿德即刻聲話：，哇，突頭啊！只9961，跟住就真係突咗上嚟啦。咁啊，400蚊啦，而家400蚊樓上。咁如果你話繼續睇好嘅話，都繼續呢只26389。呢只好正，我覺得個爆炸力好強。8倍幾，仲係價外選擇，12月未到期，唔算太短嘅一個 column 嚟嘅，所以條款上非常之啱用。啱用啊，我都排緊隊啊，我都想入少少玩啊。跟住睇幾多啊？覺得可以400蚊就第一站到咗啦。睇下先，我睇下能量巴，賜教下能量巴49961。賜教下佢。因為佢今日咧係嗱，過往一路都冇跟阿牛牛買咧，就是、因為佢能量巴一路都係縮緊嘅。即係相對起其他，咁但係今日終於出第一棍正能量啦，所以我就跟咯。今日出啦，係啊啲出曬所有買入信號啦，咁樣即係已經掃除咗，連即係系統上面都掃除咗障礙啦。嗯。所以只9961我係等嘅，但係睇前頂噶咯。睇前頂過前頂啦，但係哎呀，但係依家一二冇位高咯，即係佢而家係今日嘅 day high 嚟噶嘛。睺下位先咯。睺緊位咯。呢下我覺得大家有啲興奮嘅。係啊，亢奮咗少少。前頂係450喎。係啊，要睇呢啲噶啦。都仲啱用，都仲啱用，係啊，都仲啱用，都仲啱用。係啊，行使價呢只就480.2嘅，係啦，咁啊價17%，但係差唔多9倍供幹㗎都，而且啊咁啊年期方面去到年尾嘅，係啦，咁啊大家可以自己，如果短短地咁樣玩，即係11，因為我哋10月1日星期二就係呢一個節慶啦，咁所以係得翻呢日半日。聽日後日，所以你就係搏呢兩日咯。嗯、節慶之前，即係11黃金週之前出咯。係咯、啊，笑咩？係喎，仲有11黃金週概念。係㗎，係啊，係啊，係啊。掛住個先，記得咗大陸要放假。係啊，大陸係放假㗎，所以下個禮拜咧，你冇北水咧，真係可以夾到癲㗎。最佢哋真係放足成個禮拜。我唔夠膽冇貨咯，你問我。哦係啊，因為冇貨都幾尷尬咧。有陣時咧見到觀眾留言咧，佢哋都話係啊，即係食曬啲好倉，跟住而家唔敢高追，但係又唔敢做淡，反而就唔知做乜好咁樣咯。嗯，哇！一二一行啊，哇行啊，誒又行啊，行啊，即係唔喐。即使啊，頭先佢縮翻翻落嚟，而家又準備想行啦。呢一陣咧，其實佢升勢唔算話好誇張，但係佢靜靜地都已經係升咗去近年啲高位噶啦。嗯。差不多去250蚊樓上，睇咩位啊？今次如果再搏嘅話，我破睇先，佢而家佢其實佢已經破咗前頂嘅啦，已經今年高嚟嘅啦嘛。睇下先，哇！再睇啊，縮翻底，縮翻細啲添。再下個高位27.幾。係啊，冇啊，日樓上至少都20蚊啦。我睇下先，我開翻個。我開翻個 weekday 圖 ，weekly 圖。如果20蚊嘅話，都仲有一隻再上一級行使價嘅啱曬喎。275咯。好，咁呢一隻都仲啱用，25792嘅 column。
2592，三字頭的行仔價啦，兩成幾價外，咁就十二月尾到期11倍，接近12倍咁乾嘅可以。係。嗯、喂，唔係啊，你汽車股咧都係消費品嚟㗎，係啊，係中係中國除計內房之後嘅最大嘅內需板塊嚟㗎，係啊，都係買車㗎，啲車又唔係貴，幾萬蚊部啫嘛，已經刺激完一輪啊嘛，升咗一輪㗎啦，係啊，你睇下就175牛，食到幾開心，係啊。有啊，佢而家九個幾萬，而家11蚊都嚟緊啦！唉，真係好勁啊！咪咗佢太古城攞車，原來架車去中環嚟，快到咧 ，shoot 到啦！真係，所以175仲唔係，所以而家睇圖咧，12就好炒啲，因為你啱啱突頭啊嘛，係啊，咁易做啲嘅。175太快了，太快了，你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就是因為他們一這樣一趌頭呢，就之後那幾棍可以很厲害，可以很快，所以我就覺得今天很明顯就是被消費股和那些科網類帶起了，是啊，氣氛又好一點，那待會他們一轉一轉呼音樂椅又轉到他們那裡了，他都是消費品啊，佢都係消費品，有少少刺激先，所以今轉就唔係刺激嘅重點啫。咁另外移動股嗰方面，除咗話消費咧，今日有個板塊都拖低大市嘅，即係限制咗大市升幅。啲油食完飯翻嚟，嘣咁樣落咗去，跟住再炒翻啲 news 咧，就好似英國嘅《金融時報》，唔記得邊間機構啦。總之就係傳話咧，沙特會增產。放棄呢個每桶美金$100嘅一個目標，即係市場分析就話可能會接受一個低啲嘅油價都得喎，為咗爭翻個市場佔有額咁樣樣，咁所以變咗咗油價又穿咗$70一桶嘅一個價錢啦，咁突然之間就嘣一聲跌咗落嚟，咁我哋呢邊咧見到資金流有即使。嘅資金啦，同投資者去留翻 call 輪，想搏個反彈咁樣嘅。的而且確，今轉譬如之前同大家講嘅中特股內銀又上咗嚟啦，係啦，跟住等間又可以繼續講啦，跟住內險又上咗嚟啦，941啊嗰啲上咗嚟啦，就係啲油咧唔係好生性，爭緊一道力喺度，有冇機會追落後咧？呢一塊呢個板塊，因為其實我覺得個經濟下行，點解你要減息就係經濟唔好啊嘛。即係落緊啊嘛，咁油價正就係反映全球經濟，所以其實我一路都覺得個油難搞啊。我之前咪做 put 咯，記唔記得啊？記得啊，我做一兩個禮拜前 put 啊嘛，係啊，跟住兩邊都有肉食啊。係啊，883 put， 所以冇啊。咁我係即係傾向睇淡嘅。你問我中線少少，我都係傾向睇淡嘅。實在好啦，但係你好人為啊，因為你個油價咧，學你話齋 OPEC， 喂，佢一陣間話減產，就夾不夾噶咯喎，係啦，因為我都係要增產啊，要爭取翻市場佔有率啊，我鬥平啊咁樣，咁佢又懟咯喎，所以其實係油係難炒嘅，你問我係啊。好啊，牛牛咧有冇留意油啊？有睇啊，但係你883呢啲位唔博住，係咪等佢再殺深啲先？殺深啲先，即係如果未夠位，即係有心做好倉啊！係啊，但係要睺位。係咯，睺位咯。一對咯，好啊，一 pair 俾大家待住啊！咁如果好倉嘅話咧，條款比較啱啲就26629呢一隻就$25附近行使價啦，二月尾到期8倍幾，接近9倍槓桿，都係市場上比較熱門啲嘅條款嚟嘅。嗯，咁啊，如果判論就係小珍之前 keep 住講嗰只啦，2514今日都已經升咗40%啦。係嗱，咁啊兩邊都留意下啦。Tommy 話想問就係2514。科係26629。Thank you。26629。Tommy 想問只1024，哇！我想話1024咧，我真係咧即係完美地避開咗。我琴日就買咗 put 嘅，一開始嗰下，咁我就同我已經同咗啲初戀友講咗㗎啦。喂，即食即日好食啦，有得食好食啦嚇，咁樣就唔好錯過過夜啦。哇！如果唔係今朝俾佢夾死，被夾啊真係夾死啦咁樣。1024咧，尋日都出咗支好大嘅上影線。係啊，尋日好大，咁啊調整完咯，又係調整完咯。咁我能量包嗰邊咧，其實1024咧，我尋日都講咗啦，其實佢係冇改變嘅，係繼續係應該要向上做嘅。不過我唔聽話啫，咁樣咁同大家講咗嘅。咁依家嚟講，即係呢啲咁樣嘅殘股。我仲可唔可以繼續去咧？我要問下牛牛先。係，我查個相就即刻望下牛牛咩反應。唔好問個傷者啊，大佬。唔係佢翻身喎，
你應該而家真係得嘅，我覺得搏咯，係真係得㗎。我而家我都係得嘅，即係我撇除咗我作為一個傷者，大大嘅追落後之船。係啊，大大追落之船咯。喂，係得㗎，真係。你咪攞咩咯？43蚊嗰啲位打咯。我都好近啫。係啊，得10% 係咯。你咪八度都94啦。已經13幾啦，咁你快手上翻50都，而家都仲係40幾萬，係咯，佢之前真係跌得太多落嚟，仲要個業績 O K 噶嘛，即係又要攞埋業績出嚟講啦，即係你呢個最令人不解就係業績 O K， 但係就對到落呢度，係啊，佢本身係六字頭樓上噶，5月嘅時候，跟住就落到嚟啦。咁如果你話繼續追落後，睇下先，有冇啲新啲嘅俾大家望下呢？咦，都有喎，新出咗一隻冇耐喎，價外選擇27057，27057，5倍幾嘅槓桿，啊，我記得點解出呢只啦，就係博佢突破之後可以有個大啲嘅槓桿俾大家嘅，因為呢只係10:1啦，行使價咧就稍為價外，年期就去到3月尾就可以5倍槓桿樓上咯，係啦，27057 ，OK， 好，試一試佢咯。27057好啊，快手999四條狗呢，有幾個觀眾都問了，都說他落後，他都是的，他都漂亮的，他今天差一點升穿了條100天線的，哇，他補了那裂口已經，他補，是啊，是啊，他真的補了，就是啊，其實，真是要笑，我這邊看是補了，是啊，我看這邊看補了，哇，得的，他都是前天出這個買入信號的，仲有得去睇有冇啱嘅產品先升咗咁多。係啊，而家嗰啲我哋嘅 product list 又係咁 update。睇下先啊，誒呢只都啱用，27102係啦，27102，五倍幾槓桿，175蚊行使價，3月到期嘅呢一隻27102。嗯，可以留意下啲新產品啦。好啊，我繼續睇下27102。另外就朋友仔仲有睇啲咩啊？有啊，講埋857先，講漏咗一隻，好，係啦，都係就係26444啊，26444，係啦，26444，857就冇883跌得咁犀利嘅，始終佢油價敏感度冇883咁高，行使價就7.969，長身少少，9月尾到期就5倍幾槓桿嘅，好，我講埋啲金喎，26325係咪啊？哎呀，2632好勁啊，2毫子未？2毫子啦，我食咗啊！我食咗啊！好欲罷不能啊！啲金價、哎、真係啦！哇，我諗住佢點都咁樣兩棍上，應該點都回啲啩，就係、是、唔回喎、啊。keep 住繼續向上，所以就2632仍然都係價外可以留意翻嘅，15倍槓桿啦，呢排就。係咯，不過變咗2毫子啫，不過仲用得嘅。係啊，2毫子，啊好靚啊呢只，呢個條款非常之好，出年1月先至到期，真係天時地利人和齊曬，乜鬼？冇啊，你個美金跌啊嘛。細嘅呢一隻 call， 因為佢咧係100:1細啦，年期唔算話好長嗰啲咧，其實就係博突破好啱用呢個條款。係啊，我冇。點知真係破俾你睇，我早食咗咯，我嗰日好心急啊，我先。係啊，金價息金，我尋日睇邊，前日睇28000，28000啦，係啊，我見個金幣都20000幾啦，好開心啊！你夠諗，連差價都唔使蝕，係啊，翻翻曬嚟啊，好俾你。佢咁鬼癲咧，我諗呢一個週期可能佢都要上3000嘅，睇法啲金。咁我哋要出隻新嘅2840個，用乜二啫？你都2660咯，而家。而家大家都講緊2700咁樣，係咁講啦。同埋你個美金未正式開始跌噶嘛？哦，其實都企得幾穩，1.101、1.101、1.101咁嘅指數。如果一陣間可能啲數據特別一差咗嘅時候，個美金再回多少少咧，佢而家死頂嘅啫，我覺得。係啊，不過大家就睺位咯，呢一隻大家都見到好靈活部署，出出入入咁樣。係啊，出出入入，我都係。哎、我出了之後沒入呢，真我摸到個底喎，我1毫子邊買嘅？哇，1倍啦！摸1毫子邊買嘅，但冇啊，賺唔到1倍啊！唉、哎，賺咗幾成都蝕，賺少咗咯！哎呀，真係呢、這個啲仲有機會嘅，贏得少慘過輸咁樣。仲有一句啊，仲係咩？今日高位，唔係今日低位，唔係今日高位，明日低位啊！哦，今日要揾高啦，聽日再嘅。呢一排係咁喎，係尋日咯，係。
尋日就玩嘢啲咯。但又咁講，即係你貨個中短線個市要繼續夾嘅話，其實有咁嘅調整係好㗎。嗯，即係如果你咁樣幾棍一支，其實大家都冇曬貨㗎會。係啊，咁你甩曬咧，你其實冇乜即係唔夠闊啦個基層。那個基層不夠炒不到下一 round 咯，啊、即係最好最健康，可能真係貨如輪轉咁樣樣，慢慢轉上去，咁、啊、就好啲。呢陣真係有啲太急嘅。咦咦，個市地下喎。四五月嗰陣都係咁嘅，揚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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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好鬼快，夾得好鬼快。好，好，仲有咩？廿一的疾魔問一三五七 call 啊，一三五七嚇，冷門搞只美圖啊。看 Bitcoin 冇乜特別啊 ，Bitcoin 63,000咯，63,000-64,000咁樣咯。依家嚟講就63,704啊，最新嚟講，佢回咗呢兩日回一回㗎。欸，但係冇乜特別喎。佢咁問，又真係有機會講翻我哋欣賞嘅美圖哥。哦，咁配合嘅佢。係咯，多謝你啊！26981啊，2698美圖是有些投資者間不少入來炒一下的，即是短炒一下這樣，但是這隻就兩倍多了，因為上市的一些條款限制我們都不能夠出太短，6月尾才到期的，行使價就2.3元，很靚仔的產品。嗯 ，OK， 好啊，26981美圖，如果看Crypto 的話可以望一望咯，26981。哇，見到啊！冇，我哋冇約名。阿 Lucy 大嗌啊！點啊？只9961 call 咯，你地下又有。啊！我排隊啊！我排隊排唔到咯，咪就係。好快啊！頭先126嘅喎。1137啊！哎呀！漏啊！原來真係市價要衝入去㗎。漏啊！搞錯啊！咁快十格？咁快嘅？唔使驚，939未行啊！係啊！係啊！呢度。好啊！我撳。耶！收咁平噶？今日狼人係爭啲嘅，係慢啲嘅，係慢啲嘅。大佬啊，裂口咗上去啊！尋日冇乜點喎。今日叫出咗只腳仔咯，今日出咗腳又抽翻上嚟。錘頭喎。係啊，所以我今日就試一試佢啦。內銀就今朝好似有 news 啊嘛，話咩俾10,000億嗰啲國有銀行度，不得了，係啊，咁都係想都係放水啦，佢哋覺得係咁放水，刺激經濟啦，放水啦咁樣樣，係啦，咁啊我就揀咗只939嘅，咁啊始終三隻內銀入邊咧，我話比較中意呢一隻，咁啊25270啊，只 Colin 係又可以用翻呢只啦，係啊，25270，我今日高追咗，但係都已經贏翻啦，係啊係啊，而我123買嘅。哦，頭先最高試過129，係啊，227，佢回翻落嚟喎，原來回翻落嚟做咩唔話我知啊？你講今日係嘛？係、啊，我都係回咗落嚟先知啫嘛。係啊，因為佢即刻壓略你喎，睇其他嘢啊嘛，今朝。係內銀爭少少，跟住又出咗 news 之後咧，佢又做翻好，個市又做翻好，所以佢又上翻去啦。冇錯，咁啊25270啦，咁俾埋隔離嗰啲內銀股大家參考翻啦。譬如3988嘅話，就可以用就係25486啦。哇，可以講翻啲之前變咗隔外好遠嘅產品。邊啲啊？25486咧。25486啊！之前講係啊係啊，1,200嘛，換上去25486，落翻嚟轉就26183等，跟住而家又去又去25486，幾好啊！OK 喎，加我18。係啊，好感動啊！上上落落都有嘢用，11倍嘅。哇！嗯，幾正喎。係啊，都 OK。四月尾到期。同嗰只股票工具都要貨如輪轉。係啊，好難得。咁啊，25486可以講翻啦。勁喎，其實25486今日都幾實滴滴嘅噃。3988。嘗試向下補都唔補啊，個裂口要再嚟過，真係3988，勁啊勁啊！即刻縮翻支長腳啊！42寸長腿啊！3988，仲有啲咩？2318冇啊！啊，2318，哇！真係1970-1970幾啦，而家個市79，係啊，喂，600點咯喎！600點喎！哇，601啦！俾你講中咗喎，真係！係啊，就係升市廣場真係，Oh my God，恐怖，好鬼邪啊！2800 call 係咩？唉，頭先個2871啊！2171，唉，哇！有啲咩嚟？我想話，係咯，我見到平保呢一個咧，真係好無管動咯，好犀利啊！佢升穿咗，佢率先升穿呢一個嘅，穿完再穿啊！20號嘅高位，43.8六仙半，哇！高位45.1，45.1，好近喎，44.8喎，
好，產品上 update 下大家先，因為已經好大價啦。之前講嗰啲都，即係26047今日升咗70%多。嗯，今朝睇2毫幾支，而家3毫幾支啦。咁啊，如果你話再向上嘅話，睇啲價外些少嘅，咁啊有隻19323。嗯，好感動啊！呢隻竟然有得講。其實如果大家看哪些新出的輪子，可以在個輪證號碼上看到的，即是27尾可能最近新出的啦，19字頭的，即證明出了一大排的了，已經很長的了，已經是啊，它呢是很罕有的50:1來的，是啊，50:1五月尾才到期，時間直選號會低一點，但因為50:1為什麼不是很大價呢，就是因為它50:1就兩格小一點，是啦，就先了，所以都可以啱用5倍幾的槓桿，價外幅度2成幾，哇，快2成幾，係啊，對沖值係0.34，所以條款上都非常之合適，可以參考一下啦。OK， 好啦，咁樣大家又可以試一試啦。仲有睇先，仲有咩要補充啊？仲有觀眾問1299喎。哦，又唔係勁啱主題咯，你問我就都靚嘅。其實之前佢咁樣突破咗之後，靜靜地又上翻嚟，但佢有幾個頂位嘅，好似有冇記錯？上面個阻力就64.4，六十四冇錯，係六十四就近啲。咁但係觀眾問 call 就照俾佢啦，咁啊22871，同樣都係50:1嘅選擇，年期中長身，咁啊73.幾行使價，5倍幾槓桿嘅。阿 Blue 問咗兩次，我見到啦。Blue 問2018 call， 我哋2018 call 瑞星2毫子嘅選擇，係啦，5倍槓桿27457，27457，5倍槓桿係嘅。好，跟住仲有咩啊？仲有啲咩？有冇齊齊唔齊啊？內人內險金有，乜都講曬噶啦喎。二百二講咗啦，頭先係節目一開始冇耐。1128好似冇啊。冇喎，賭股我哋冇，我哋冇賭股，係啦，內需就有一隻9961，做咩樓咧？應該差唔多啦。9961地high，連1357都講埋，110又講咗，9961地high，地high啊，414.4啦，十幾格啦，頭先嗰只應該，頭先126噶嘛，而家係咪啊？140啦，係啊，頭先撳1340，126，你再講啦，一陣160噶啦，再講啦，26389。再講就係個市，如果我哋個節目唔完嘅話，隨時又七八點啊，620點啦，而家升咗，197破咗啦。我哋坐低喺度百幾。係咪大家好想節目唔完啊？破咗啦，四月嗰個係。係啊，都唔使等啦，已經即刻破啦。又喺度問大家目標，今轉目標，呢轉升市目標恆指。嚇！做咩又賭過啊？唔係，好奇啫。唔係賭過，就係賭啦。喂，2萬2，你唔係咩國和青啊？賭2萬2，我哋賭到幾時先？係咯，賭大選前定九？哇，好耐喎！10月咯，成個10月計啊！即係咩咯？因為北水翻嚟啦。哦，好啊。我哋北水翻嚟星期幾應該？我哋下個禮拜冇北水啊嘛，係啊，冇放羊假，即係呢日就八號咯，八號咪你做節目啊？7號、8號係啊，八號星期二，呢招咯，22000咯，嗌到咁大喎，哇，好嘢喎，明明上次18000嘅時候，18000、178000、181000、123000，而家一嚟22000，我醒啦，我係20000算啦，嗌20000，我唔係我上次錯啊嘛，我寧願自己錯，250點到噶咯喎，我知啊，係啊，咁你可以衰啲回翻落嚟咧噶嘛，總之嗰下有一炒咪得咯。同埋我唔準啊嘛，我唔準嗰只嗌得低啲啦，因為我嗌22000咁樣，喂你條友啊又係你啊，嗌到咁差啊，唔上唔到啦，一定鬧曬我，我嗌20000算啦 ，OK。但係如果曾經到過22000，然後到嗰一日計翻落嚟計唔計㗎？因為咁樣啦，嗌邊個最貼最高位啦，你如果要玩到咁樣，好唔好啊？係啦係啦，咁樣好玩啲喎。覺得最高可以呢一陣10月8號前最高可以去到邊？好啊。好啊。22000。22000。
即係一個去到一個去唔到啦。咁好唔好啊？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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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咁咯。因為如果我嗌21,800，咁我贏緊噶啦。21,800，係咪先？我雖然我唔係講自己贏緊，而家講緊，喂，可能人哋23,000咧。咁你都啱嘅，所以我未favor 你咯，話我去唔到22,200。OK， 係咪先？就咁啦，咁咯，咁啦，好啊，好啊，就咁決定啦。好啦，咁樣你咧？少啲咧，再做評判啦。你做咩？你唔做評判？你估唔？唔係你負責出 call 啦。哦，好，睇下你贏定係我嘅羅庚勝，定係你神星輪？所以就21,100就係22,500，唔係22,000啊？哦，喂，我要唔要買只 call 對沖先？喂，你。因為我又要請食飯咁，我要追蹤我先喎。唉，21,100啊嘛。21,100啊嚇。睇住先。呢個就係22,500啊。呢個係個恆指。差唔多對翻。哦，呢個係對翻嘅話。啲人通常會咁樣對翻。當22,000啦，22,500啦。22,500呢只200啦。好啦好啦，就咁話啦。誒。大家都想22,000啦，係咪先？你哋唔係唔 care 我嗰邊啊嘛？有貨嘅唔開心咯，甩咗嘅喺度企度唔知點算。你10月8號前你肯買貨就得噶啦，又啱喎。係啊，中間會整過下，攞下，跟住最尾。係咧，我覺得佢就算係冇北水，下個禮拜咧都係會挫嘅。嗯，但一定向上挫咯。難玩嘅，係啊，難玩嘅。好啦，咁啊就咁啦。好啦，好唔好？下個禮拜同大家見咯。拜拜。申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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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